海月溪，我只做红色的夫妻所一年，拢是因为过去，我讲是伤过高彩伊，当阵才因为怨妒，煞失去理智，自我关伫内底。大概我只要想到迄几年发生的代志。我就愈想愈自责，我是来怎会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代志？我们若害足济家庭安尼人地散体，甚至我的后生还佮我的查某囝嘛，因为我受苦受折磨。我们那对不起，我们对不起你每一个人。是的。你的脚呢？你敢有法度当我照顾你家己？那也无法度啦，我只是一只脚哦，拜卡。啊！不过我另外一只脚，啊，搁我这个双手啊，还是好好的。虽然我即马伫迄清洁公司内面做迄派遣清洁工，啊，不过我即马真正是靠我家己体力，搁靠我家己肝安尼趁钱，我过了就快乐的。而且我到即马总算是知影。可是林爸爸讲的一句话，伊讲哦，做人就要脚踏实地。只是我即马一只脚哦，有时阵就一脚袂在。遐个代志，既然拢已经发生啊，我都慢回，就莫阁想。日子总是爱过，咱是赶快向前行。其实我今日是提出勇气来，正想要看你过了有好无。气势真哩好，而且看到你甲志祥，啊，佮你迄两个查某囝，相处了足好个，安尼我就安心嘛。快点，快点，你无需要勉强你家己想要讲甚物话啊。你若是想要离婚，无需要去申请。你随时跟我讲，我就跟你做伙去办。因为我无迄个面，道理替我辛苦命啊。阿哥，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阁有几啊位哦，爱去变数。我看安尼好啊，林刚，我再阁找时间来看你，顺便来去办手续。我先来去啊。小丽，你这帮人是住伫倒位？我不咧去银行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之前吼并购天虹集团的时阵，拢是你出面的啦。啊，你甲恁客户之前吼，甲银行抵押借钱的期限已经到啊。哦。
意咧？我即马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，你如果唔知讲好清楚，我哪会知你表达啥？总共一句吼，我就是银行的代表，要记你啦。是安怎要记我？哎，我即马什么拢想袂起来，我看我什么你较好，较免惊麻烦啦。哎呀，啊，不过最近啊，世界集团吼，拄着真侪麻烦呐，啊，佮有真侪吼无好的新闻。影响到咱养生村袂当继续开发，所以吼，银行惊讲咱无钱头还伊，所以吼，伊唔肯阁借钱给咱呐。哦，这敢是我的问题啊？你拄则讲这应该是我跋落海了后发生的代志嘛？这就表示讲，我应该是我来处理啊。我再讲啊，你真正认为讲客户这一边，拄好继续借钱啊？哎呦啊！因都想要见你啊，啊至少吼，你都去给因看一下，啊对你来讲也无什么损失啦，吼。我看也是卖啦，我即马什么拢想不起来呢。你个代志交我来处理，我惊我愈误愈复杂啊。除了想要任何代志进行吼，我也是吼，卖处理啥啦，尤其是迄钱方面。哎呦，你心肝哪会这么凶啦？啊，你真正要把世界集团绑的不管哦？你叫一个司机来同你处理这个代志，你心肝哪这么凶啊？我，哎呦，不是啦，迄因为吼，不管我安怎讲，迄银行的总经理就是不爱插我啦。啊，我就真正无法度，唔只给你拜托。啊，无吼，你也是去问其他的人啊，大家看法甲讲法一定跟我同款。因为世界集团真正是你甲恁客户的心血，就算讲吼，你失去记忆啊。啊！不过你对世界集团啊是有责任，要甲保护好啊！哎呀，就算我已经气好啊，哎，因不管是问我问题，我回答不出来，啊，你骨卡唔就说出来呀？哎，啊，你到时阵血口你该拿哦。哎，只要吼你愿意跟我出面，其他的代志我拢会安排甲真好势啦。只要银行哦愿意借钱给咱，安尼咱的现金周转就无问题啊。安尼大家哦就较袂有压力啦。小马，哎，我唔是已经给欧爸1000万啊，啊，搁无够。哎呦，你唔捌伫个生理场啦，你根本都唔知影，迄1000万小数无名。唉，敢若提起幸福何爱家因阿公迄个地园都无啊，讲来讲去吼，拢嘛是你迄个大兄啦。若毋是伊甲何爱家斗三工，我哪有需要开迄条钱？养生村，妈，小妈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赔何爱家一个钱，啊，找我提哦？啊，安尼阮哥唔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白了工？阿吉，安尼左手进，右手出哦。啊，你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条小孩先算好清楚。哎，小妈，你借贷契约还袂还呢？哎呀，你找袁永夏啦。啊？袂用你啦，袁永是百货总经理，啊，你是董事长呢，你较大，找你写才对。啊，你会当代表公司啊，对吧？我即马来去写，我即马来去提出来写。卖关伊啦，瑞德啊，拜托个啦，啊，你得个世界集团到三江这边呐，就当作吼，你是等去以前来往的银行啊，去甲行行看看的嘛吼。好啦，我该做去啦。啊，不要，真好真好，啊，老弟衫拄好，啊，佮有你的衫，你稍等，赶紧去换衫吼，我来去陪伴啊。不要紧啦，卡苏你真出烦恼，这就照顾我来写。嗯，哦，不用不用，这是和世界建设养生村的开发，跟你也无关系咯，对不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阮爹地有讲过哦。啊，有代志吼，
去找上大尾的负责就对啊。你敢真正有方法会当说服小妈来签这组借据啊？哎呀，方法想想的才想的出来嘛。阿文哥，我一碗八道药，我都是需要淡薄啊热量。哎，咱先来去吃甜点，啊，等下再搁想，好吧？对。好。稳重呢，你今日吼是代表世界集团的温瑞德，不是迄个做工的阿仔，你才混掉去呢。我明明就是阿仔啊，你们叫我什么温瑞德？你是不是继续养我？我不养。啊，卖安尼啦！哎呦，我是小夸给你提醒一下尔，安尼也袂用的哦。哎，穿好啦，不管你今日吼到底代表的是温瑞德还是阿仔。我拢爱靠你去得到银行总经理的信任啦！唉，就算不是为着我吼，你嘛都爱为着你的客户。不管吼你是不是有法都想起来，你永远都爱记的。你的客户吼，伊真正足看重你的，伊对你的期待哦，已经超过伊的亲生后生啊。所以今日你得要好好表现，知影无？高总诶，哎呀，多谢你啦！万一安尼半时间跟我见面啊，啊，你讲你要看瑞德，来来来，我人带过来啊！安尼你应该相信我吼。你这边出国，国体世界集团接到什么大生意啊？有啥物好康诶？千万唔好忘记阮银行哦。哦，高总诶，你对阮世界集团这样你照顾，我哪会敢放袂记啦？啊。这边吼，都还拜托高总诶，搁甲我斗三工啊啦！哎，吃这啦！我今日吼有摕养生村的一挂资料，要来互你看。来，最近吼，阮甲草罗山遐个人确实是有一挂误会啦，啊，毋过拢解决啦。即摆伊遐个人吼，对阮拢足支持诶，所以以后的开发是绝对无问题啦。是讲吼，因为气候的关系啦，所以地方的状况无啥好，啊，就袂当阁继续用进前这个计划案啦。我会小可做一寡调整，上重要的吼，是要赶紧动工啦。阮这边合作的对象是蔡氏营造，因是北部上有规模的营造公司，所以因的品质吼绝对值得信任啦。等等，我真愿意和你斗三工啦，安尼啦。你给我一份当初申请的企划案，我甲这份修改价两分，我拢送去董事会，安尼我嘛比较够解释啊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无问题，我即马吼马上敲电话叫人提来。啊，对啦，等等，这会议室搜寻较无遐好，我是建议你啊，到外口找人遐去讲哦，比较较清楚啦。哦，好好好。温先生，啊，你拄只谁人拢卖讲话？你老实话讲，即卖世界集团的财务状况到底是安怎？除了张董事长以外，世界集团。我敢那信任你一个，今日无论如何，我绝对爱你亲嘴啊！我讲，啊那无，我绝对无可能让这笔贷款延期。我唔知啊，这哪有可能你也唔知啊？敢讲是因为你出国？我们不出国。啊！老实跟你讲啊，之前吼我读个受伤，全部记忆吼拢袂记哩啊啦，我连你招都唔知啊，那是阮阿姨，
头讲吼，你若是看到，你就安心啊。啊，即摆你看到我啊，安心，安心啊。不，瑞德，你即摆写了后背恭喜下啦。郭宋伟啊，迄瑞德吼，伊最爱讲笑的啦，所以伊是咧讲笑，你唔通当作真的啦。无郭宋啊，无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春班要看世纪集团到底怎欢喜性？怎若知影你安尼，我就和你带一个工寮就好啊，那就和你倒来阮张家啦。银行若是无甲咱支持，咱都爱卖资产啦。啊，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吼，那资产卖无好介绍，迄以前合作的厂商吼，马上会开始对咱无信任，这对咱世界集团影响偌大，你知无？你别唔这样讲，我随时都会出来打是不是？你看多见面时那差这样子，到底多谢这真正你，还是一开始已经客气起来，哎，今麦只要七百百你。哎呀啦，伤过伤气啊！我阁需要温瑞德甲我斗三工，袂当因为一时伤气，就互伊看出我的计划。歹势啦，我是咧气头拄迄个高总啊，讲话无算话啦，害你受着风台马一时咧。我头拄讲遐气话，你莫放伫心内啦，我只是伤过着急啊。敢真正真着急？甲你讲，你是听有哦。哎呦，拢是公事啦，我一时嘛无法度甲你解释清楚。我稍等下，过来去几落间银行拜访。无我看，你就免去啊啦。安尼就好了。这阿姨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啊？要开车无啊？这斑马线呢？今仔日已经有三个病人讲无爱开刀啊！恁讲有三个病人，阮病房连最后一个患者拢要求转院啊！是安怎会连续三台刀啊？临时取消？我袂对过责任的，你好好讲。患者就讲接到无名的电话。对方甲伊讲，上好莫伫咱的病院动手术，因为医生会落跑。我阁有拄过，叫做病患家属走入来病房，劝患者转院的。到底是谁这么恶质啊？后盖若是拄着这种哦，乌白报咱病院人啊，直接报警。秘书，今仔日门诊的人哪这么少？敢是挂号系统派去啊？我无收到通知呢。哈？啊，柜台敢敲电话你啦？一定阁是遐个人咧闭鬼闭怪吧？唉，这真系甲咱爸母都有责任心啊！
上班唔好好上班啊，搁遐咧开讲。根本无病人会来，是爱阮拍妈妈加无用哦。今日的急诊室拢无患者，若是搁继续安尼落去，病人再不早办就出问题。先卡住先调啦，会啊，啊准备患者的 CT。先生，看我这是我的朋友，拜托你等下救回来。这摆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我甲瑞德去银行借钱啦，啊一行出来吼，瑞德就去让人弄到昏迷。好，我是感觉迄台车吼，敢若是超工要甲弄的呢，连续甲弄两届。是安怎安尼？搁弄两届？请问什么代志啊？瑞德去有车弄掉啦。伊啥做用火车咯？我嘛做想要知影讲到底是谁挑工甲弄的啦？啊，不过迄个人甲弄着，就随开走安尼。先生，有人看后边人。是海车。喂，海车，我先弄啊。瑞德火车弄着啊，即马当地阮袂了做检查。我先来。瑞德状况是安怎？够有严重？患者只有淡薄仔外伤，阮已经做好初步的处理啊。但是意识还袂恢复，阮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哦，请问你吼，因为之前头壳受伤失去记忆，啊，伊这边搁去弄着头，够有可能会恢复记忆啊？这看状况的。如果是因为受伤造成的失去记忆，那因为搁一届受伤。造成的血块移动还是自然吸收，才有可能恢复。但是这拢要等检查出来才会知影。你讲啥？受伤无愿意来？所以即马，爱我这个总经理亲身出马去请就对了。刚讲，伊这个企划部经理是做假，像这无礼貌嘛，直接来我办公室。恁爸来找我家己的囝婿，搁出来弄门了啊？可是，我警告你哦，今仔代志若是无做完成哦，你等于吃你家己，听到无？爸，阿你来，请坐啊。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你是真好胆的哈！甲伊结婚无几工尔，你就伸手甲伊摕钱哦！你搁敢问我讲找你有什么代志？伊明明讲这是伊的赛车，啊，错胆的哪会这么紧就知影？就是讲你娶伊，真正是为着钱。啊，不过你连家己的太太赛车你也敢学，这已经不是欺负莹莹啊！看伊后头就看真无爱，啊，安怎？恁爸对你伤客气，所以你唔惊我呀？爸，你误会啊，钱唔是我借，是阮小妈啦。好啊啦，莫讲啊济啦，谁唔知恁讨好个啊？阮大来找你，你也算陈雪英啦，细甲一团，你敢无过分？你若无过分哦，代志好处理啊。细甲一团啊，你归去哦，放好倒，恁爸才甲买落来。哦，以后你就免咧辛苦赚钱啊啦。你就负责把伊人照顾好就好。爸，我世界集团是暂时周转袂过来，不过这并无代表会因为这个代志就破产。哎呦，这真歹讲哦。我看你甲陈雪英两个加起来，连我一个后生都拍袂赢。这公司若果恁两个咧舞落哦，早晚会倒的。我只是世界百货总经理，最近百货公司业绩不好。那是因为阮小妈的决定唔对，所以才影响着。卡叔爸完伊甲我斗相共，所以阮小妈甲权力交互我。无你看，建设公司的危机，我真紧等下改善啦。
因爸阁当作恁一家伙个外团结，原来是两只狗咧相咬。我年年真正是目睭白无金啊，才会爱着你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去甲恁个阿母讲，二四点钟之内哦，甲伊因个赛车钱哦，偷出来还伊哦，无恁爸会帮你算。爸，稍等者，那一千万真正不是小数目。了我一天以来，甲这个钱骗给伊，恐怕我真正做袂到啊。唔当啊，有听到哦？我以前做袂到的代志，即个黄正杰讲做袂到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你若无其他用，我爱一支脚一支手来背，绝对哦，袂让小姐吃亏的啦。时间为什么开始算？啊，脚手啊紧哦，啊若无减一支脚一支手用跳的是足歹看的哦。我讲了都同意啊，三点钟三十分啊。这临时要装一千万给莹莹，我哪有可能有钱啊？我做袂到。啊，对吼，陈雪英即摆甲瑞德去银行借钱，唔知即摆状况是安怎？又搁啥物代志啦？我先甲你讲哦，我今日银行吼钱无借着，然后瑞德搁去互车弄着，我已经出侪代志爱无用啊！你上好是莫搁加了麻烦。是安怎瑞德出车祸啊？啊，这不重要啦，重要是拄只阮杜老板吼走来我办公室找我，伊讲明仔载这时阵，我若是无加一千万去用银行，伊就要甲我断脚断手啊！你连恐吓的话，还是真正的话，你都分不清楚啊！你是莹莹上爱欧巴呢，伊哪有可能让伊的爸爸给你断脚断手啊？我讲的是真的，你无看伊光头阿叔的面相，袂输要甲我拆掉就无共款啦。当初是你要借钱的，是吗？我应该安怎做啊？哦，拜托的，你已经甲莹莹带入门安呢，你两家己的丈人爸，你都无法度按奈好势。那真正无法度吼，你去找莹莹啦，我都唔相信迄错当的，连家己查某囝的话都袂听。喂，喂，竟然挂我电话，陈雪英这个笨蛇，明明是你甲莹莹借钱的，今麦出代志啊，佮甲这人拢杀伫我头壳顶。我该拜托莹莹搞到啥工啊？幸好，幸好，瑞德今晚出来，伊伤得够真严重诶！你先别紧张啦，医生讲话只是皮肉伤尔，啊，而且今晚未清醒咧，啊，不过伊弄个头壳，毋知影是有脑出血无，所以今晚得要做检查。我怪话，若是知影会做到瑞德会有危险。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相认。你先别阻止，若是想要了解家己的状况，会用询问担当的，是伊陪阮瑞德来。陈雪英，你为什么在这？瑞德出车祸是不是又是你设计？哦，天地良心哦，是我打电话叫警察车甲救的呢。也若无在家己这边哦，早就已经无命。想知这是不是嘛？你挑怪色的，何爱家，卖乌白冤枉好人。瑞德来啊！瑞德，瑞德，我圣诞节，瑞德，我是爱家，你敢听电话讲话？瑞德，今日休假，别人还袂清楚。瑞德去了叮当，伊真是呢。瑞德，你若是听着我讲话，你得甲我手撩掉，撩安。
真是想起来啊。咱之前因为火车做伙住院，伫个病院度过一段足快乐、足甜蜜的时间。你想起来了对无？温瑞德现在来甲我看，敢讲伊真正恢复记忆啊？伊台车是超工的，我硬生不一届啊！伊阁把骨来弄我，是哪会安尼啊？之前我来甲你杀两下，啊，即摆阁有人通开车甲你弄，真正是怪过分的。现在流氓一定是把瑞德的事情压出来的人啊，只要想看看瑞德去动到谁会知道，所以说凶手应该不是太困难。好了，只有瑞德那边有困难。我李叔麻烦你了。要害瑞德的人是啥？甲你拢无任何关系啊！伊瑞德即摆女朋友是莹莹的大姐，啊，莹莹是阮张家的媳妇呢。阮这是家己人，你这个外人吼，莫搁伫遮乱啊，好不好？姓洪啊，啊，你朋友哦，当然管得好呢。进前哦，迄之前住院的时阵啊，无管好势啊，互一寡什么阿猫阿狗凊彩入来。哦，甚至搁叫做护理师甲病人带走。不管你安怎讲，我绝对袂走。我袂可能你有机会伤害瑞德。你好，请问啥是四月集团的负责人？哦，是我啊。阮第一车祸现场捡到四月集团停车场的处理证，调监视器画面嘛确认啊。弄丢人的确实是世界集团的公务车。这嘛袂当证明讲甲我有关系啊！哎，可是讲是我叫人家弄的，我哪有可能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然后我阁戆戆徛伫迄只等伊车啊？想知影是毋是你，想要模糊警方办案焦点啊？而且温瑞德出车祸的时阵，你人嘛伫遐，啊是安怎别人只针对伊，无要针对你啊？切，你爱去问迄开车的人啊！你问我，我哪知？陈雪英，你为静静的看瑞德袂顺眼，伊即马拢已经失去记忆了，你还敢唔放伊煞？你这样是阮内这么恶毒啊！我警察陈新义，伊是世界建设的董事长，既然这个代志跟世界建设有关的，你哪应该好好家己调查？哦，拜托的，警察陈新义啊，你一定要调查好清楚啦！真正哦，这唔知啥甲两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无。妈，你跟我回去警察局作弊了。我，请。瑞德，你今麦看我刚刚都会不爽快。头壳反而足戆的，幸好瑞德那个唔讲话，伊是毋是伤到足严重的？因为车祸后伊弄着头，所以头壳不讲足清楚啦，佮佮有休困一下。要找参详。爸，
你哪会这紧就回来？要讨救兵，当然脚手较慢的啊，啊，对不？安怎？你即马靠这伊人爱你啦，紧总转来求伊看咱钱免用了。你免了无采工啊啦，不过你那加可怜哦，得一千万哦。24点钟后哦，你嘛是爱用啦，一家拢袂当少。对，剩起22点钟。啊？哦，22点钟啦，哈。哎呀，好啊啦，爹地。啊，我爸才拄到，你嘛互伊先坐来休困一下，啊，啉一杯茶。伊是你的囝婿，啊，毋是冤人咯。要做恁爸囝婿哦，都要有才调，甲阮查某囝惜命命，像恁爸安尼啦。伊安尼个好意思，甲你乌你的生气啊嘞！你阁爱和恁爸对客气哦，吃个饱的。我爸，你先坐啦，不要紧。爹，你坐啦，你坐啦。爹地，你着看在我的面子，莫生气啊，好无啦？其实，我爸无甲我开嘴借钱啦，是我看伊安尼为着公司的代志由头到尾，啊，规工拢咧加班，无时间陪我，啊，我毋才想讲，啊，先借钱给伊，啊，甲伊斗三工渡过难关嘛。什么爸啊？你安尼用？爹地，你先听我讲。我知啦，我做唔对啊。我无应该去找妈咪斗三工，啊，还以为着我吼，啊去偷摕机票，歹势啦，爹地。小宝贝。歹势。小宝贝。歹势。小宝贝。我就讲歹势。哦，歹势，歹势。你误会爸爸的意思啊！爸爸毋是讲毋甘迄个钱，爸爸是毋甘你张家受委屈。我知啦，啊，毋过。既然我甲我爸都已经结婚啊，啊做翁婿有困难，我即个做太太当然嘛爱甲伊斗三工啊，对吧？我已经决定啊，我要去甲我的迄储蓄险解约，啊遐个钱啊，我会去摕予妈咪，啊叫伊去甲迄支票收倒来，哈。小白，恁个拢听无重点啊！爸爸不是要甲你讨钱？我知，你不是在甲我讨钱，你不是在烦恼钱，你是在烦恼我，对吧？哥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所以你就让我自己去面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啦，爹地。你话拢讲到安尼啊，爸爸过会当安怎？你看啥啦？你莫当作恁爸哦，替阮查某囝无法度，你即届拢正过。爸，我唔敢。好啊，啦，爹地。欧巴，虽然我足愿意听你的，啊，不过我全部的钱嘛，干那安尼尔。以后你的公司若阁有需要，我就提袂出来哦。我了解啦，即个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我已经足感谢啊。依依小姐，我哪想哪唔对嘞？虽然储蓄险是你的，啊，不过是阮大开始给你报的嘞。你还清清彩彩就借出去，枉阮大苦心嘞！无啦无啦，阿姐、爹地，伊因足巧哟，唔是清清彩彩就借出去啊！我有叫阿爸写迄借贷契约，哈，安尼吼就唔惊因公司歪形啊！你有借着？有啦。哦，小花费啊，你安尼有巧，来来来，叫爸爸看下。借着，伫阿爸遐。伊欠潲，人阿你借着囥伊遐。不行吗？你给我坐下，从啥？提出来啦！爸，爸。爸。好。嗯。这借条哦，放我家了，恁爸来保管较安全。够了。小贝，嗯，好，啊，爸爸就先回去啊，哦，嗯，啊，你要记得哦，啊，以后每天哦，啊，要打电话回来哦，然后一哭哦，哪敢把你欺负哦，你随靠哦，
你别是总爱搞事。哎呀，爹地，你放心啦，我今麦新婚生活就美满。我感觉我应该是这个世间上幸福的新娘啊。啊，不过，这嘛要感谢你啊！啊，有你做我上安稳的靠山，爹地。哦，你就是哇，这个奶啊，啊，这个子，这个子。啊，我会安尼，这个子，这个子，嘛是因为爹地疼我啊。好啦，阿叻，爹地好，阿爹地先来走啊，哈，我先来走。爸，孙杰。想要保护我，才会对你有淡薄仔歹声啥，伊无歹意啦。我知啦，我只是感觉我真正做无路用的，家己的事业，不该乱七八糟，啥物代志拢做袂好。啊，不许你胡说，你会愈来愈好诶，好无？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啦，袂当阁陪你啊，我该去公司保养。那安尼，我家己去洗个，啊，你先去保养。你要家己去洗个哦。嗯。啊，较细腻哦。OK。到底是谁一直在伤害瑞德？那是安尼，伊会有记忆，是不是更加危险？你在说啥？我伫咧想，是不是让你伫做阿仔就好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真希望我会当恢复记忆，把你想起来？你之前跌落海，拢未查出真相。你即摆又搁出车祸，我真正足惊你。你是惊我搁拄到危险？卡斯，让你恢复记忆，会让你有性命危险，安尼我甘愿无爱。就算你永远讲我放袂记你，这嘛比你的性命受到危险搁较好啊！只要你会当好好活咧。这都是最重要的代志。你敢真正是安尼想的？你敢真正这么爱我？你为什么安尼问？你是不是欠我真多钱？你想起来啊？不是啊，小丁张家时阵，我伫我房间有收捡到真侪物件，有一个笔记本啊。哦，那是你的小本本。小本本？
你嘛知。我当然知影，一开始因为着要创治我，就讲我向你借客人车钱，记着顶管。后来每一遍你跟我斗三工的时阵，你拢甲写伫一本簿仔，你讲内底一条一条，拢是你对我的温情，就是用钱来还的清的。那顶管不是干啥，你欠我这钱呀？可是我对你心情啊。啊，你写什么？爱家阿是室友啊，为着伊爸爸妈妈帮上我。温瑞德，你爱记得，这天都是和爱家还不会离的一天。这都是用真心换来。所以你这么远呢，别怀疑我。本来伊讲，你只是利用我，我日记本啊，顶嘛写写，所以你敢是真正爱我，还是这一切都是你的作为？我过去确实是要伤害你，因为迄当阵子阳为着要救我，伊受重伤，下半身瘫痪。我为着要照顾伊，为着要让妈妈安心，我就决定跟伊结婚。不过伊当阵，我骗你讲是阮爸爸妈妈反对咱两个交往。我到即马，还阁会记得，我做这个决定的迄一天，你有偌伤心、偌痛苦，你甚至给我送予你的自信心还我。你说你没刷我给你的一片星光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伤害你的不但只有那一天，刷下来几年你都把自己的心关起来，我不接受任何人，就连咱两个重逢的时阵，伊对我讲话嘛足冷淡的，伊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亲像刀仔咧割我的心同款。还唔过你当阵才尔冤枉我，是我家己做起来的，我无话通讲。陈总，我听伊讲这过去，我还是没像你遐听。明明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啊！既然你会当辜负我，去跟阿查甫人做伙，你凭什么讲你对我是真心的？虽然我捌伤害过你，但可我对你的爱拢是真的。就算现在你的身躯边有别人，就算咱这世人永远拢袂阁做伙，我嘛无希望你误会我。你会永远拢伫我的心肝内，你相信我好无？刚刚你还是不肯相信我讲的话。瑞德，刚刚咱两个人就存这两年而已，过去的甜蜜和快乐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好了，你别艰苦了。刚需要我替阿仔打电话给小叶。
的怀里啊。顶一期的工程款一礼拜啊，所以就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你好，请问这敢是蔡小姐的电话？我是何爱佳。小叶今嘛无闲讲电话啦，啊，刚在爆炸啊，好，是安尼啦，吼。你讲啥？喂。是安怎？我唔知一个查甫人接的，伊讲刚在发生意外爆炸。爆炸？哪是小叶嘞？伊讲安怎啊？我唔知，伊电话挂掉啊。我去看卖。你先卖紧张啦，凡事去处理工地意外，无方便接电话。平常是可能回忆啊，小叶活着个啊，即马无伫，应该吼对小叶代替我做啊，嘛唔知伊安怎无。你在做啥？你电影还没做完呢。我没事情啊，我来工地看看看。喂，医生说你有这款脑震荡，你要紧用啊。我不管了，我本来工地看看，我不安心的。瑞德，你看我啦，你这款事情要好好紧用啊。我没事情，我答应过，我要好好照顾小叶，我当时要。干嘛你连自己的身体你都不爱顾啊？对哦，我不能帮伊不管。孩子，唔好乱做啦！我听你讲的，我拜托你别做动画吧。好，但是你这么坚持，我陪你做回去。没啦。你袂当放小叶唔管，我爸爸都放你一人唔管啊，买你爹都要分去嘞。孩子，我放我去，我自己叫车。我讲唔是我弄的啊，敢那底下一直问，浪费我的时间。是讲嘛真奇怪呢，瑞德到底是何啥个弄的？啊，敢不是林明德啊？先制作车祸，然后再搁诬赖我。哦，想要弄到休假，有够可恶的呢。不管是谁啊，刚抓我陈雪英，我绝对袂放伊耍。小叶，回家，宝贝，宝贝，回家，小叶，小叶，我无，我看咧。小叶，小叶人咧啊？你嘛唔知影，啊，你有啥物问谁啦？我有去过工地啊，遐拢无人。阿姐，你哪敢在做位？伊出车祸受伤，阮是去病院看出来。你出车祸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不，无要紧啦。即摆上重要是紧找到小叶，嘛唔知伊有受伤无啊？阿仔，爸，小叶，快啊！你敢受伤啊？快快，哈！来，爸爸看者，爸爸看者。啊，你来玩闹无啊？你来无爽快哦？你来爸爸讲哦，还是我即摆带你来病院行行行？不，我来，我无代志啊。爆炸时阵我无伫咧现场，所以我无代志，你免烦恼啦，吼。我带钱哦，我带钱走啊，安尼好多放心嘛，哈。哎，阿你头先那受伤哦，你包干呢啊？你安怎无哈？我无带钱啊，是我弄丢命啦。哦。哎，何小姐，恁那在家？你咪误会，
伊是去别人看我啦。哎，头头，去摕名烟啦！你看小雅不怕安尼，说出起来啦。哎，你嘛真奇怪呢，我嘛全身骨折垃圾的啊，你哪无爱讲，我嘛需要试试呢。那是安怎？叫你去你就去啊！这我宝贝查某囝服务一下啦，真艰苦的啦。好啦好啦，都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刚人受伤。有一个工人受伤，啊，不过无真严重，已经送去病院做包扎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在阮一队人在整地的时阵，看下骹有一块大石头啦，啊，咱挖就是挖袂出来，啊，就算讲挖出来啊，要扫开嘛就困难的。啊，阮就是讲爱把石头砸掉啊。啊，是不是火药放伤济？我问嘞，伊讲迄另外甲之前是同款嘞。我嘛想袂通啊，明明之前嘛是这个量，啊，都拢无代志，啊，偏偏今仔日就出意外。若不是阿仔今仔日无伫，我受伤的就是伊啊。这意外，敢会想拢要针对瑞德？何小姐，你奈奈讲啊？刚讲真正有人想要伤害阿仔？无啦，你莫烦恼啦，有可能哦，只是单纯意外俩啊。耶，阿仔，你个代志经过讲清楚。啊，都今日啦，我陪水奶伊哦，去银行讲贷款的代志啊。啊，现在出来无外久，就一台车又来弄过来，头一工就闪过啊，上早还佫挖苦，弄我第二间都弄着啊。你这听起来就不是意外，伊就是超工的嘛。啊，你敢有看到开车人像？窗仔这里乌着，那可能看会清楚。这个车祸，这个工地爆炸，人拢针对阿仔，敢讲？真少人要害伊，你是有得罪着什么人无啦？赶紧坦白讲出来啊！互阮大个吼替你瞧者，啊若无哦，我惊到时阵哦，你真要害死哦！哎，啊！你啊，含难讲哦哟，你著赶紧来点。没啦没啦，你别烦恼啦，有爸爸在，阿仔就有代志。啊，你今物感觉安怎？头你口水敢有足大个？我看来啊，真正无要紧啊。那小怪弄着尔啦。医生讲有轻微脑震荡，原本应该伫病院静养，啊，毋过伊赶紧要来了解状况，伊真正就烦恼哩。轻微脑震荡还足严重呢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头敢袂讲，敢有想要吐？有嘞，迄有脑震荡哦，迄坐啦，你莫爱起来，坐，哦，你莫跟他讲诶。你即马，你讲，你敢无感觉喙焦？敢看不到你物件，还是巴肚枵？把脑震荡敢有当食物件？啊，有当会吐啊，有当嘛唔知影。啊，你嘛感觉安怎啦？我无代志啦。虽然我知你是毋是失去记忆，才袂记得我，但我看你甲别个查某囡仔遮尔啊甜蜜，我心真正足疼。你还阁有倒位受伤无啊？我要紧来先观察一下。我看看啦。这是何人客出入的？啊，你误会啊，我是要来找人的。请问江丽文小姐，伊今日敢有来啊？阮家无这个人。那有可能啊？我昨下变我，无安尼好无？我敢会当入去饮一杯酒，小坐者。你放心啦。我有啥事，我会付钱啦。我刚刚吼入去坐一下，啊，几分钟呀，我就会走啊。啊，生活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要几分钟哦，袂使久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啊，多谢你。
谢谢。在我请爷的时阵，爷钱袂输，敢那爷水同款。哈，即马想要入来酒店，拢会互人看我无。啊！这两个拢大头家，爱好好服务哦。拢在，拢在，来再请。大鸡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休假，注意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！哦，赞赞赞赞赞。啊，对啦，嘿，帮我开两罐上好的威士忌来。好。啊，今日 Kerry 有上班吼。我马上去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老板，这个 Kerry。卖讲是你的小相好呢，一定是啦，一定是啦，老相好，老相好。我甲你讲，我是吼，就想要甲带转的，但是人有志气啦，讲话就无爱，甘愿在这叹干苦气。这 Kelly 有点神，就足水的，就像邓老板的秘书一样吧。那是当然啊，唔那水呢，那身材凹凸有致，丢丢丢。我捌探听过哦，伊伫中南部遐哦，迄种伫走藏，啊人家好者话好，合作钢管舞后啦，钢管舞后啦，舞后咧，迄当然有机会哦，迄舞若一跳落，我保证恁两个鼻血。哈哈哈！哈，做导演嘞，做导演嘞，真。来来来来来。休假嘞！哦，是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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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休假未来，快紧，吃着一休。哦，给你给你哦！哦哦哦哦哦！哦哟，我赞赞赞赞赞赞！哦哟哦哟哦哟！来来来来，加坐来加坐。邓老板，这可无快呢，气色很也好。最近是不是赚大钱？是当然的啊，无我是要安怎加叫几罐啊酒啊，互恁吃红呢？难道就先甲邓老板睡得上啊？来，邓老板，丁总。王少爷，哎呦，哎，你来了，厉害哦！这近就知啊，阮是谁啊嘞？哦，那是当然啦。阮哦，行这道上重要的就是白色。啊，恁拄才安尼行入来，虽然我无看到啦，要唔过每一个人看起来拢是重赞，足缘投，每一个人拢是财神爷。我今日看起来如此高高高跳舞的话嘛，都甲我讲的。哎呀！是你唔敢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啊！真开心，真大宝贝啊！啊，对，这头家就是较巴结的嘛。啊，紧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免遐辛苦，这石头死掉，我来给你饲，安尼好。哎呦，邓老板，多谢你的好意啦！哎，要唔过你出来都阁有一个梦呢。听讲哦，伊对你哦，真正是惜命命，足爱你的呢。伊那是想听是变安怎？哎，因头头讲阮兜迄个啦。哦，你尴尬。阮兜迄个哦，若有你的一半的温柔，我就阿弥陀佛啦。Uh-huh.
啊！啊，邓老板不错，哎呀，没眼泪，那不是你哦，我绝对变面啊！哦，我相信，来，干杯。那咱们就来结交呗，交杯啊，来，哎，不来，来，我替你扛起来，来，你别上我叔叔的心，来，瓜生，来，十，啊没有，啊，我剩我剩啊。几个是嘛？哦，过来几个，来，过来几个啊！来，阿丁先来。哎呦，好搞笑！十五，没有。哎呦，老板，咱咧酷高林上无聊啊啦，咱来耍一挂 special 诶！这，咱干姐吼用嘴啦。来传这银藤，啊，传着像个嘴哦，辣辣个，像台白酒。哦，这个好耍，这个好耍。来，我先。邓老板，邓老板，无我来吃。无啦，人咧邓老板要开你耍啦，你们有白讲话，我陪你耍啦，陪你耍啦。啊，凯丽小姐，啊，你唔紧接？哎呀哎呀，紧接。哎，你两个真是怪蛋的。你看啦，你又上了云台没起来，我替你支持来哈，卖上去，卖上去，卖上去。地滚，卖惨你啦！拜托的啊，伊是恁某，啊是恁查某囝，你管到阿济要创啊？恁不是答应我要归根结底走吗？今麦是要创啥？还给你亏！干咩动诶？你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，你小狗！你今日若想要离开吼，你上好即马马上甲我跪咧，甲我磕三个头，甲我悔死咧，安尼我当考虑你今日会当平安的出去。你才甲我跪咧咧，甲你磕头，我看你是欠打。就是白吧，你是有头病啦！你卖顺气吼，你卖顺气，卖顺气，卖顺气。来啦，又做工错啦！坐啦。来啦，计较啦，坐啦。这种所在，不是你这种人当的。你给我走！你给你走！你给我走！我不，你害我走，你给我怎么走？你到底是要考枪啦？你那是欠钱，为啥何必啊？我听唔到哦，像你这班，佮想要饲查某，你才有钱哦。啊，你提出来啊，到底有偌济？你提出来，大家听听者。来啊，来皮包啊，来啊！哎，那无叮当啊！我帮你提啦！你这阵，你干哪啦？几万几百个，买两个都无够。我想讲是几百万嘞，好少的啊！就你这个身份，佮想要甲凯莉带走，你真个歹啦！甲这个人带走。你别，你敢放过，敢放过？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人家有钱，都当作是财神爷。啊，你糟蹋恁个小姐是无？你莫袂记，你是靠小姐赚钱呢，算是家己人，你来静静走啊！李焕，我拜托你，你敢走好不好？这个人我不识识，该抄出去。李焕。李焕，
你敢真正无要丢我这个爸爸？爸爸今仔日会来这，我想要救你啊！玉环，玉环。邓老板，侬时光不好哦，买顺气，来来坐坐坐，来来领酒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拍死了，你要点顺气，哦，无酒哦，那你我吃罚三杯，好吧，来来酒酒酒酒酒，那得下得下得下，来，邓老板来，来来来，三杯你倒，三杯我讲嘞，我讲嘞，是爸爸不对，这一切都是爸爸做不对的事情，才害你去酒店去让人糟蹋。先生辛苦，安尼啊，好啦，趁伊无伫吼，你个代志搞得较清楚。我咧想讲哦，你即个出车祸，敢毋是咧陈雪英母的？阮阿拄好，你陪伊去银行讲代志，还讲煞，还著出意外。我原本嘛是安尼怀疑啦，因为我若真正是识个，爱选这时机点叫来弄我，哎，俺顶那么少伊，互人怀疑啊。要知影什么人弄的，就简单嘞啦，先去调查那台车就好啊。那台车哦，是世界集团的公务车啦，因为前几天刚啊，都搭开走啊。哦，那你讲起来，这件代志可能跟丹丹的有关系哦，伊无可能遐戆哦，开家己车去甲弄啦。嗯，讲的嘛对个，所以讲真有可能是有人要陷害阮来。那你的想法咧？感觉怀疑啥？我不记代志，我啥拢想袂起来啊！啊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，我根本都不会记的。我哪会知影？我会当怀疑啥啊？阿才今嘛是小叶男朋友，张家，可是永远的大家官，徛伫保安两个查某囝立场。阿才过去的恩怨，我错家，袂当无管。啊，对了，我等你丢家时阵哦，我伫个房间哦，找一寡物件啦。这个囡仔，听讲哦，是要去医院时阵，包伫我身上的啦。
阿龙啊，一本啊，一本是我卡在笔记本。啊，一本簿啊，是写你的薪水啊，还是有什么线索？就顶摆想一下，我甲正生医院小开，都是些杜信宏啊，我是刚刚刚上去幼儿园的。小兔，啊，以前我跑到海时阵，我那在内面啊，有一只女娃，啊，竟然哦，甲信宏的外套顶款一模一样呢。所以你怀疑你跑到海讲，杜信宏伊嘛伫现场？也唔过我嘛听讲啦，我甲伊哦是自细汉做大汉好朋友啦。我过去，但是我想袂起来，我嘛唔知影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你讲杜信宏把红送去幼儿园，啊，你是啥物时阵甲杜家小姐？就伫个我跑落海，进前啊。啊，阿仔，干咪？你就是正生医院的真正少爷，迄杜信宏是假，迄假少爷。你即马啥啦？电视看太多啊，哦，猪肉换太子的哦，莫咧乌白药。我无乌白药啦，我拄只有认真想过，恁想看卖哦？阿仔哦，那是杜家的亲生后生，那呢，迄杜信宏假作伊的身份，含当初对伊阿母仇人，你想看卖？杜信宏为了要暗藏这个事实，伊安怎做？这个真正少爷拄着啊，安尼就无完无落啊，敢是？你讲嘛是有理，这就是了地婆仔常常讲的犯罪动机啊。用过咱今嘛，咱也无证据啊。无证据，人也抓来刑啦。我都不相信你假少爷，伊骨头狂的，拖来个弄弄的哦，什么代志都讲出来。好，头下来，卖啦。啊，好了好了。你今嘛是安那，佮当作家己是老换的啊，卡袂着了要甲用刑的啊！先生啊，无拉大，你唔讲无证据，啊你问上紧啦。是讲有影啦，若要查清楚真相哦，安尼问是较紧。大，你嘛讲安尼问较紧，你收我头要怎啊？无我拍命你收啊！卖啦，大，拢袂讲笑的，我老卵互你收啊！讲代志哦，无行到迄个地步，是我是卖安尼做。好，我看安尼好啦，我来去找院长和院长夫人啦，问看卖啊，看啥物线索啊。好，你家己先去问安尼嘛好。啊对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是卖小叶知影，我讲也完了。我了解，你嘛咧唔甘小叶，是讲你听到迄个工地出意外，啊，就马上冲去找小叶。那就证明你对小叶有情有义啊！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！李老师，我等下我照顾伊啊。安怎好？好啦，你先去保养你的代志啊。那我这边哦，我嘛来找一下陈水英的，把代志悄悄的。这种日子，我到底过要过多久啊？为什么天公伯啊，要安尼折磨我？你赶走！你回家是要创啥？因为爸爸被红心病。你拄只伫个内底闹到咁唔高兴，
阿是你搁想要来遮骂我？骂我无够打拼，互你无面子，就像就是较早共款啊！唔听你的话，然后你就会生气，你就会骂我，然后你就跟我讲，那是爸爸为你好啊，这不是？你是把我当作是一个娃娃，你想要控制我的人生？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爸爸本意真正不是安尼。你是冷静下来，你听爸爸讲好无？你敢知影？爸爸拄才在内面，我迄个查甫人食你的豆，爸爸真正足不甘的。你敢会当再搁在遮上班啊？你若是无钱了，爸爸会当搁去找搁较细头路，我趁钱饲你啊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我会当靠我家己。咱两个人以后餐无够，水无流，我拜托你，莫搁来找我，好吗？你等下啦，你们。等爸爸拜托你好不好？买点酒店，陪人陪你小酒，安尼糟蹋你家己啊！阿娜，我今日来这陪爸爸啉小酒，趁钱，让你感觉足无面子的心。那安尼多好，干嘛甲你讲？有你这个爸爸，我嘛感觉就艰辛。丽华，来叫我丽华，快叫 Kelly。自从天皇倒去啊，妈妈关心啊。你敢知影张丽文这个媳妇，活过偌侪痛苦，还有苦了？你知影我开偌侪时间，偌侪心血，还阁困难，我想要甲这个生活完全切合你，切甲离离离。我了中，我总算会当做个狗。想怎样？想猜你就安尼出现伫我的面头前啊！就是你跟我提起讲，张丽文，你想要把以前的代志拢放袂记，想要切合人生，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，因为你哦，就注定是生在的路边，被人糟蹋的一粒瓜。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丽文，我拜托你莫安尼想好无？不是安尼，莫搞我。你那是对我有一点点啊亏欠，那你我拜托你，别过来烦我，我甘愿过我家己的人生，我嘛无想要跟你有任何的交叉。爸爸真正出事嘞！我是真正到即马才知影讲，即马的我对你来讲是一个这么大的困扰。咱拢是走江湖的人，唔得予人知。这世界是啥物款？是鬼是人？为着你，爸爸答应你，从即马开始，我会控制我家己，尽量莫出现在你的面头前。啊，不过，啊，不过你，
爸爸嘛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我照顾你家己好无？命运啊命运，你稍等一等，阮的人生啊有这么多做不完。命运啊命运，你稍等一等，予阮淡薄时间交代一摆。选择也是天定的安排，拢不知，拢是不知，我都无人等。命运啊命运，你稍等一等，阮的人生啊有这多做不完。命运啊命运，稍等一等，予阮淡薄时间交代一摆。国总的啊，想要给你请教一下吼，这银行红世界集团的贷款啊，敢会当搁红延期一下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今日下暗吼，我请国总的食饭，啊，咱当面讲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喂，国总的啊，喂，甲接电话，相公准你入来啦。看起来咱党也真无欢迎我吼。真假哦，哎呦，那只罕见啦，大概功能那也无欢迎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阿姐，姐，过来，这宝贝哦。真假啊，小林弟。强的就好啦。这个办事应该是为着盈盈迄个西客寄来的啦，哼，这个袁勇啊，真正袂当妄忙伊啦，连家己的丈人爸都按来袂好势。啊，是讲亲家啊，啊今日来是什么贵事啊？
这个旧条，恁该知影啦吼，是用恁世界集团公司的名签的啦。哦，这我知啦。啊，阮就是有心意要行这条钱，唔才会甲莹莹写这个旧条。也那无，咱是亲家呢，小可周转一下，哪有需要这搞工？欠小莹钱，天公地道，卖叫什么亲家啦。对啦对啦，啊，讲归讲，输归输，这道理我捌啦。哦，捌就好啦，安尼上来代志就好讲啊啦。草庐山养生村投资计划书。这本册哦，有时间较用功读的啦。阮今仔已经写啊真清楚啊。这份计划书我已经过得好啊，而且专家看过啊，应该是真周全啦。哎，亲家啊，啊你这是？今麦咧讲公司啦，莫伫遐亲家来亲家去啊，看清因册啦，无需要啦。错当的。我是讲吼，我无了解你这个计划书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需要解释的啊！恁公司唔真欠钱，连拄恁们新妇伊的赛车钱你也甲乌了了啊！阿月勇嘞，拄则唔是叫你是作甲抓过来？我来看卖。看头只，爸，大爷，恁哪会来啊？坐落去讲啦。是。我知恁张家干串家联姻，是希望会当摕到资金嘛？当然嘛，唔是安尼，我是真正出介意莹莹这个媳妇呢。我娶莹莹是真心真意的，是真心的还是真心的乌钱拢好啦。恁爸即摆无是要甲恁争啦，为着阮查某囝仔即摆用嫁一面张家，恁爸绝对无可能互恁利用莹莹哦来搞讲条件。我评估过了啦，草庐山养生村这个计划是一个真好的投资。啊，不过之前顶园下毒的代志，虽然讲和解啊，却对世界集团的名声造成伤害。假使讲这个计划若要顺利进行，最好是换一间公司去做。简单一句啦，就是这个养生村哦，若要继续哦，换恁爸来做了。啊，还唔讲吼？那恁爸带头做哦，资金绝对无问题啦。我伫地方的材料也是朋友哦，拢上够力啦，所以你免烦恼啦。嗯，错当的啊！啊，你愿意跟我斗三工吼，我当然是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不过这个养生村吼，是阮翁婿心愿呢。我嘛甲讲过啊，是要送给伊生日礼物。啊，若是换别人来做吼，我恐惊的是。就算阮爸即马当然分袂不切，要毋过伊若是知影，伊养生村即马换人做啊，伊绝对足艰苦的。哦，安尼恁把这个案抓伫手头，敢要做会落？毋是共阮敲掉的，毋是共阮互恁老爸无面子，互恁老爸失望。世界集团的建案，互政府停工，恁公司的名声嘛已经败到差不多啊咧。今麦我问蔡氏营造来做，这个计划再当顺利进行。非你这个合约签落哦，你所有问题拢能解决啦。换一个较有正条来做，对大家拢好。所以蔡氏营造占过，一定要超过51%。51%？您爸已经对您真客气啊。我感觉占51%尔啦，要是看到阮恁的面子上哦，莫让伊大家讲哦，先歹看啦。错当的啊，你安尼等于是规划旁去呢，安尼对待家己亲家敢好啊？倒有点唔好，恁还阁有49%咧，啊呐，阁食袂饱。你愿意甲阮投资吼，安尼是真好啦。
啊，不过吼，我还是较希望用周转的啦。用周转的，好啊。安尼，甲莹莹，互恁周转的1000万真用啦，其他再搁讲。爸，小蛋姐，哎，别看来酒来啊！真气啊，你这个忧伤。哎呀，错当的，代志都还没讲煞嘞，卖这么着急要走啦。那不是讲无什么用果，啊，你有什么好讲的？嘛不是讲完全无要让过啦，只是讲这是要让偌济，会当去参详一下嘛吼。恁爸真无用啦，无咧美国时间啦。爸，你莫生气啦，咱得好好参详啊。儿子，你感觉需要参详？我这份契约书写得真周全啊，对咱双方来讲。也是上好的解决办法啦。哦，你有听到吼？王健阿公安尼做上好啦，就无需要搁调整啊啦。恁若搁有意见哦，三个字，莫勉强。好啦好啦，错当的，坐咧讲啦，吼。常常久久讲爱你的人，就是伤害你最亲的人。不管是亲情，还是爱情，全部拢袂用相信。